现在，你这个搞保利达的，同意的，就是怎样被阎罗王控制，因为他那个是睡不着，吃不下，就是安非他命嘛，他就一定有参加安非他命嘛，就有交兴奋剂嘛，那你还要去做这种事，表示什么？你也不愿意吗？你就被阎罗王控制，对不对？那就现在就分两种嘛，你要被阎罗王控制还是被我控制嘛？这样不很清楚？你要被阎罗王控制还是被我控制嘛？那种是害人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叫你卖害人的吗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就两种而已嘛，你要被阎罗王控制还是被我控制？